为什么这样苍白？那是圣洁民族无暇的心态，碧绿的天池像大海，那是蔚蓝的天空飘起的胸怀。什么经久不衰？那是伟大民族坦诚的告白，高耸的群峰，巨浪澎湃，那是生命的原则，倔强的心态。这张碟，你学学这里边的女主角，然后去给我演一场戏。这张碟我看了一百多遍了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到瓦房镇，把瓦房镇110的队长鲁建峰给我拿下。你让我跟他？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哎呀，花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跟你说，你使出你的美人计，你只要给我完成这个任务，我会重重的赏你，将来给你买一个比这个还漂亮的大房子，怎么样？真的？那好家呀！我都听你的。哎呀，我的花啊，真好。嗯，吴总，工作完了。哎，工作。情况怎么样？正好你来了，龚总，我们这儿成立110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在电视上都看到了，都是金刚镇整的事儿，无非是想要点政绩呗。龚总，你不知道那姓鲁的110队长可厉害了，上次就他狙的。小意思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公司的秘书杨花，这是吉哥秋哥。吉哥、秋哥，你们好。杨花，你在这待一段时间，把我交给你的任务
完成好，吉哥和秋哥会帮助你的。放心吧，龚总。哎，还喝不喝了？我不喝啊！你们还喝不喝了？都不行，我得回家，回晚我媳妇给忘了。我没喝。别拦我，别拦我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门去，我要回家，我回家。夜照花，情郎跟我走出西屋房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水，水，我渴，我好渴，快给我拿水。这是哪儿？这是哪儿？这是卫生院。看你挺喝的，差点把命喝没了。这咋回事？昨天是不是都忘了呢？咋的了？张沟去了。我到了，是110好几个人看见你了，要不你命就没了。是110把我送这来的？看你喝这熊样，是110好几个人轮班把你背回来的。你看那鲁队长背你，吐人一脖子。哎呀，这酒喝的真丢人。以后我要不戒酒，我都不是我爹儿子。哼，拉倒吧！你都说800遍了，你这张嘴呀！你要能戒酒，我就戒饭。哎呀，你别吵吵得了！我要不戒酒，我都是你养的。不行，我得上110去一趟。你干啥去？我要给他们赔礼道歉。昨天我还臭屁人一顿。哎呀，你消停躺着得了。人鲁队他们后半夜才回去，你现在正睡觉呢，瞎折腾啥呀？哎呀。哎，媳妇儿，一会儿你回去买张大红纸，找着后院刘老师给我写一封感谢信送110去，感谢他们救命之恩。哎，顺便给我养了3只兔子给110送去，好好谢谢他们。那兔子不是准备给你爸的吗？是110救了我一命啊，先给他们拿去吧，我爸以后再说吧。行，我马上就去。回来了呢，我咋回来？你这腿不摔坏了吗？给我急的，怎么样现在？哎呀，没事儿，医生说只是骨头裂了个小缝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真没事啊？过几天就能好了。那你这走行吗？行啊，来，那行，你慢点，试探走，试探走，好，哎，孩子呢？上市场买菜去。慢点，哦，好。小玉啊，啊，这两天天天跟我叨叨你，叨叨啥？说你不回家看我，对我不好呗。真这么说的？嗯。那等他回来，我得收拾他，哪能在背后说他爸坏话呢？是不是？走，慢点。看啥呀？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小病是福了。啥意思啊？我们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手牵着手了。你真没出息，还给我哭我！快快，行了行了，坐，你坐着，先坐着。哎，别激动，慢点。哎呀，行了，别激动。你看啊，我给你买的补药，各种什么钙片什么的，这玩意吃，对你这个伤有好处。行啊，大局长，这医生也说我缺钙，让我补钙。是。嗯，你咋啥都知道呢？我腿折过去了，哎，一会儿我领你上医院啊。喂，好，这个他们啊，什么？啊，罪犯嫌疑人，好啊，
那好，我马上回去啊。那个，小雪，这局里来电话，别走了，咱先把药换了。哎呀，不用，走走，你快走吧。走。哎呀，你的事比我重要，快走吧。那这腿呢？哎呀，我没事儿，你不在家，我这不也挺好吗？再说大哥也经常来看我，走吧。哎呀，你啥也别说了，快走吧。慢点，慢。哎，谢师傅，我背你。我自己能走，你非背我干啥？不行，做一次流产跟坐月子差不多，你别做了啥病。听话啊，来。看你说的，怎么那么不结实？春日啊，你把我放在屋里，你就干活去吧，我自己啥都能干。哎，一会儿啊，我把妈接来陪你伺候你。我告诉你啊。你咋的在炕上给我多躺几天再下地，听话啊。你要是把妈接来，你就待在干活的地方不用回来了。有妈给我做伴，你就甭用惦记，你来回跑怪累挺的。哎，我也是这样打算的。大老远就知道你来了。马金啊，异常虚惊，这个叫王威的基本排除了。排除了。哎呀，不过我有个感觉呀、啊，咱们是一步一步离这真凶啊越来越近。没错，下一个查到的肯定是那个巡犯。嗯，看他咳嗽那样，怎么还抽呢？不声不响，我呀全仗着烟盯着呢。我跟你讲，老潘，我可听医生说呀、啊，这个呕吐啊。就是你胃有毛病的前兆，这就是给你个警告信号，你真得注意了。我啥都知道。金局，你找我。金二零，你到市局去一趟，把那个系列命案的足迹鉴定拿回来。好，我马上去。我，别冲了。你看，你就别抽了，掐他吧。真假？老潘，怎么什么没事？怎么了？我说没事就没事，出血了都。你走走走，上医院走走走走。不行不行，我说不用。老潘，听话，上医院好不好？不用不用。什么？你咋赶紧上医院？你走，真是。谁呀、啊？嫂子，是我，金小玲。哎呀，门没锁，进来吧。哎，小玲，嫂子，怎么样了？腿好点了吗？哎呀，好多了。还疼不疼了？不疼，就是不能走路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我们进去让我来看你，是那儿给你带的补品和药。哎呀，这个老金呐、哎，一天到晚就知道补。哎，小玲，快坐。哎，怎么样？累了吧？不累不累。哎，嫂子，我替你收拾收拾去啊。哎，不用。哎，小玲，不用。哎，小玲。哎，听老金说你家也在岩浆市住。对，
这次回来回家看了吗？还没呢。那你家就你一个孩子？我还有一个哥，他在南方已经结婚了。我从警校毕业以后就奔到咱们沿江县刑警队了。你爸爸妈妈的命啊可真好，一男一女还有自己的事业。哎，小玲，你爸爸是干什么的？在机关。嫂子，你把药吃了吧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哎呦，嫂子，一会儿我上劳务市场给你找个小保姆，也好照顾你。哎，不用雇保姆了，小玉啊去接她姥姥去了，我妈下午就来。啊，这样也好，自己的妈照顾总比外人强。哎，本来呀我也不想让我妈来，60多岁的人了我也怕她上火。可小玉呀要返校参加社会活动，我又不能照顾自己，所以也就把我妈接来了。等这几个案子破了，让金菊多休息几天，在家好好陪陪你。哎呀，老金这个人呐哪儿都好，知疼知热，可就是在家的日子少。哎，我想啊等啥时候熬到他退休就好了。金菊退休那不还得好多年呢吗？我一个人在家白天上班时候还行，可就是一到了晚上就觉得这屋子里空荡荡的。那滋味啊你是没尝到。小玲，有时候啊我可羡慕过去的人了，三代同堂四代同堂。哎，你说那一大家子的人热热闹闹的那该多有意思啊。嫂子，其实像你这样也挺好，没事的时候看看书。你像我就不行了，我天天在外面跑案子，一本书一个月都读不完。哎呀，我看书的时间呐是有的是，可那是因为睡不着觉用它催眠的。嫂子，要不这样，你给我介绍几本书让我跟您好好学习学习。哎呀，就我看那几本书啊那是老金逼出来的，那是闲着无聊才翻的书的。嫂子谦虚了不是？哎呀，哪是谦虚呀。哎，小玲，等你以后要是找个警察丈夫你就知道嫂子的感受。哎呀嫂子，你看你慢点啊。
别激动，有什么事咱们可以慢慢商量，有话好好说，好吗？你别过来啊！你别过来！你要过来，我就跳下去。姑娘，有什么事你可以跟我们说呀，也许我们能帮你呢。你能帮我？我不信！你骗人！你跟我爸爸一样，就能骗人。姑娘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说，如果我解决不了，你再死我绝对不拦你，你看行不行？你别过来，你要过来我就真跳下去了。哎，姑娘，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我就是想靠近你一点，咱们说话方便。你说说到底有什么事儿，也许我可以给你解决。你是谁呀？什么事儿都能解决？我是警察，警察就是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的。你说说到底有什么事想不开了？反正这事儿你也解决不了，你还是让我死吧。你放心，我说能解决就一定有办法。你说说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那你让这些人走，我就跟你一个人说，他们不走我就不说。好好好。对，哎，你们往后退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大家配合我一下啊，往远走一点，我要跟这位姑娘啊好好聊聊。好了，谢谢大家了啊。姑娘，这回你可以说了吧。你是瓦房镇人吗？不是，我们家是黑龙江农村的。你家里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我爸爸让我嫁一个有钱人，他比我大17岁，还是个瘸子。他家里是开汽车修理厂的，特别有钱。我爸爸说给我找了份活干，让我到他家里去洗车。我干了2天，他就说让我嫁给他。我不答应，他就锁上门要来硬的，说我爸已经答应把我嫁给他了。我一气之下，我踢了他2脚，跳窗子跑回家，问我爸有没有这回事儿。我爸爸就骂我，说我有福不会享，还打了我。我一看家里待不下去了，就坐了一辆车，糊里糊涂的到这儿来了。我也不敢回家，也没有别的地方去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，一了百了。哎，现在都啥年月了，怎么还包办婚姻呢？你爹也真是的，也不为自己儿女的幸福想一想。我爸他好打麻将，欠了人家的钱，他想把我嫁给他的。就因为这么点事儿，我觉得你不应该去死啊。你可以先不回家呀，在外面找找工作，打打工，挣点钱。你今年也就20多岁吧，等将来你再找个男朋友，到时候你把他领回家去。你爹一看见你这个男朋友，还能比你嫁给那个瘸子吗？我看绝对不能。你说的倒轻巧，我谁也不认识，我上哪儿找活看呀？你先找个地方住下，工作可以慢慢找嘛。我就带了几百块钱，我助理店我也出不起呀。哎，你先别着急，我劝你呀，在瓦房镇先租一个小房，一个月也就50-60块钱，然后你再找份工作。哎，这样，我包了，我帮你找一工作，我再帮你找一房子。
这两件事全包在我身上，你看行不行？你不骗我？你放心，这两件事我一定帮你办成。要是这样，当然行了。这回行了，你呀，已经死过一回了，知道还是活着好吧。今天的松茸好。你说这点松茸卖的跟做贼似的。你说不这样能行吗？谢连杰那帮小子多凶啊，谁能惹得起他们？你就得躲着他们点儿。哎，我看咱们不如用纸箱装，如果有人看见的话，你就说是去卖鸡蛋。我看行，拿个箱子。嗯啊，一会儿车来了，你就从院墙跳出去，免得被别人看见。不用了，我这是假装卖鸡蛋，你还用跳墙吗？哎，你跳墙不是没人看见吗？那不更安全吗？哎，行行行行。谢谢你了啊！你拦车干什么？找死啊！你他妈还找死呢？新上线的吧？连他妈一点规矩都不懂！别动啊！告诉你啊，箱子啊，老实点！等等，别动！把火熄了！别动！看好了啊！大夫兵吗？我们是山货收购站的，我怀疑有人偷采我承包里的松茸，所以我上来检查一下，有松茸我们就拿走，没有松茸我就下车。这边没有。这什么玩意儿？鸡蛋。整的还挺隐蔽呢。这谁松茸？是不是你的？智商是不是？松茸不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谁再偷采松茸不卖给我们，那就是走私。走私你们知道吧？那是犯大法的，不但没收松茸，还得罚款。你小子别给我装犊子，下次再有这事儿，我他妈把那条腿给你翘折了。走。哎，进来呀，参观一下，这以后就是你住的地方了。行了，现在住的地方算是有了，就差给你找份工作了。哎，
这儿离你们110真近啊，站在这儿就能看见你们110的大门。以后有什么事儿到队里找我。谢谢你啊。哦，不用客气。你跟我说说，你都能干些什么？只要一般女人能干的活，我都能干。你念过几年书？我初中毕业。镇上有一家服装店正在招人，他们已经把广告贴出来了，要不你去试试看吧。卖服装？行啊，我明天就去试试。哎，你能不能陪我去啊？我要是有时间一定陪你去。你最好能陪我去，我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，我怕别人不用我。那好，我陪你去。真的，谢谢你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再见。再见。不是，刚才谁说了，这个体察官是我的创举，啊？你们俩其实不是，这项活动啊，别的单位早就搞了。其实这项活动也没有什么神秘的，那就是一个什么呢？拿人心比自心这么一个活动，啊，如果搞好了呢，咱们的警察可以体会在老百姓需要我们干什么、做什么，是吧？就是这么一项活动。大家还有什么别的意见没有了？那没有就散会。开会呢？没事。好了。哎，潘正伟，你怎么出院了呢？没事儿，心未出血，在那儿也是痒，回家也是痒，还不如在家好。什么不如在家好？我可告诉你啊，这个胃要穿孔了，那就得手术开刀。没事儿，我个人的病啊，我个人知道。知道什么？你马上回医院，不回医院，我就派大刘把你押回医院去。我听你的还不行吗？走，政委，坐。刚才到收发室啊，有你封信。哎，你说这信封是咱们局的，顶上的笔记好像也是你自己个儿的。啊，这是这个瓦房镇有个叫王小福的给我写的。警察叔叔，我是王小福。我爸爸这两天又偷着去山里采松茸，可是都让姓谢的那帮人给抢去了。我妈整天哭。我现在快期末考试了，学校天天要钱。我爸爸说，再这样下去不让我念书了。你能不能想想办法，让我爸爸去采松茸，这样我就能上学了。瓦房镇这帮流氓必须得把他端掉。你看看，兄弟。哎，老潘，农林局那个咨询结果怎么样了？这是国家关于退耕还林的文件，这是咱们县下发的关于退耕还林的政策性补偿的明细表。按照这个表估算呢，功德满这次那300晌地，最少在咱们财政骗出去200万。这么严重啊？嗯。哎呀，这个事情可大了。大刘啊，你这样，你现在马上到瓦房镇去，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，争取连我把他端掉。是。哎，等等，老金啊，大夫给我开了个偏方，说找一种那个小脑袋瓜的那个打牙子鱼啊，焙干了，冲水喝，治我这老病。所以干脆啊，瓦房镇我去啊，那是我的窝子。老潘，我跟你讲，你不管你说什么，你今天的任务，赶紧回医院治病。啊，我跟你说的这没事儿，我这病没事儿。我跟你说的是什么呢？那个地方我熟，是不是？你听我说，这不是公司兼顾吗？我主要讨论偏方，是吧？我跟你说，就这么定了。不是，我是真见不过的。那行，那就这样，大刘，政委去主要是讨论偏方，其他的任务由你来完成。谢连吉他们包山林，这里边肯定有事儿，我就从这开刀。我看行。这样啊，你们下去以后啊，一定要搞清楚
龚德满和他们的关系。如果龚德满真参与了这个案件，那也就没办法了。师傅，道旅瑞江小区去一趟，多钱？7块。7块钱太高了。哎，行行行，哎，5块，5块行不？走，放点开。不过你们那个出租车啊，这个价钱今天改了点。现在这个小城市，你看那大面包1块钱一位，3个人才3块钱，你这5块钱是的。要3块钱的话，人都坐你的车，哥仨一口口3块钱，这不都坐你的车？你这生意好。你说的挺有道理吧？是。出租车，哎，叫你呢，你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你小子架子挺大呀，啊，还不下车啊？8块50。为什么8块50？你眼瞎呀？这是你停车地儿吗？这里没有别的停车点，你让我上哪停？你爱上哪停上哪停，反正这儿不让停。我要是不交罚款呢？你谁呀你？你敢不交罚款？哟，我怎么看你有点面熟啊？刘总对吧？对，我是刘总。我现在告诉你，这个地方可以停出租车，你的岗位也不是在这儿。今天我不问你叫什么，不过我下回再来的时候，别再让我看你在这里乱罚款。刘总对，我知道了，我错了。同志啊，啥事儿？麻烦你帮查一个人呗。谁呀？有个叫王立国的住在这片吧？不知道。哎，你帮查查呗。是你找他还是我找他呀？当然是我找他了。你找他你都不知道，我上哪儿知道去？哎，同志，你们不是说为人民服务吗？哟，在这找缝呢。我们是为人民服务，可不是为你服务啊。你能代表人民呢？土星星的，哪凉快哪待着得了。你这什么态度啊？来来来，同志，你别走，对不起啊。金局长，公安部下达的冷硬横推的文件，你学没学？学了。学了，为什么还这样呢？我告诉你，我限你5分钟之内把他的问题给我解决了，解决不了我就处分你。是吗？是啊。你就是王小帅？是我。我们是公安局的，想找你了解一下。了解啥呀？我啥都不知道。我真是行了，我听那个流氓说，你们公安局的局长跟他们关系嘎嘎的，你在公安局是干啥的？调查了你也不好使，拉倒。哎呀，他们是干啥的？公安局的。又是公安局的，有啥用啊？你就就就这是我们公安局的派出所，跟局长官差不多。有啥事你跟他说，他会给你做主。真的？坐炕上吧，坐炕。问啥你就问吧，我知道的也不多。我们就想了解，你踩的松茸被抢，咋抢？这事儿吧，也有点怪我。我这没别的出路，种几亩地吧也不挣钱，每年就靠上山呐采点山货，卖点零花钱。今年呐也不知道咋整的，虎爸这林场把山林还给包出去了。
这下一点指向都没有了，我呀就得偷摸上山去采去。就这帮家伙也太黑了，1000来块钱一斤的松茸，他就给你100块钱，你卖也得卖，不卖也得卖，你想偷着卖啊？没门儿！就那帮家伙天天在公路上堵着那大客车，见一辆劫一辆啊，那劫着就上车就搜，搜出来松茸啊当场就没收。你要敢犟嘴，上去就一顿揍。这老百姓啊采点松茸啊就赶上那游击队了，得偷摸上山去采去。就卖了松茸，你得偷摸的化妆去卖去。他们包山林是在林场包的吗？这得谁批准他们才能包成呢？这我不太知道，好像是林场的厂长吧。林场厂长叫什么你知道吗？叫杨林。这个人我不太了解，我瞅那样挺好个人呢。你不用怕他们，上次打你那个谢三儿已经被判了刑，你放心，他们犯了罪一个也跑不了。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就这帮家伙也太邪乎了，昨天大客车司机就说了一句话，那个鼻口酸血呀、啊、这还得了，赶上旧社会的胡子了，还给我一个嘴巴子呢。天作有雨人作有祸，他们这些人蹦跶不了几天了。我知道的，我告诉你几个人，你调查去吧。有刘老狠、老李小铁子、陈三儿、王殿发、王祥。前几天呢刘老狠被他们抓去，腿都打瘸了，到现在还没好呢。他们可以随便抓人？随便抓？还有公堂呢，像审问犯人似的。全记下来。这帮小子把这闹的了不得了，现在谁家小孩晚上要哭了，一说大吉子来了马上就不敢哭了，都怕他们呢。你还知道些什么情况？他们的事儿，哎，多了。小姐，这是今年新款，显得你肤色肯定特白，如果你喜欢可以到试衣间试试。安娜，帮我看一下，我有电话，对不起啊。喂，杨花啊，怎么样，想我了没有啊？没有。你现在进展的怎么样？那小子拿下了没有？还行吧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抓紧时间，必要的时候啊给他点甜头，你只要完成任务我会重重的赏你。你真把我豁出去了？哪能呢，我跟你说过两天我就去了啊，你越快越好。你没事啊多上吉哥那去两趟，你跟他商量商量，吉哥他们了解这小子的动向，他会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办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